接下来呢，要介绍我们最后一位评审老师，就是黄汉辉老师。那黄汉辉老师呢，是 SCCA 新力文化创意学院的媒体总监，以及 My Happy Classroom 欢乐学院的创办人之一。黄汉辉老师呢，毕业于台湾明传大学学士学位，以及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。那他也是新加坡剧坊的导师，以及多届戏剧观摩赛的评审。他呢，也曾经参与 Astro 电视台及电影。